在我哋西方嘅媒體啊，另一件大件事啊，除咗啊拜登講嘢之外咧，就係呢個戰犯啊，以色列嘅首相走咗喺美國國會度講嘢。不過咧奇怪喎，啊，琴日同大家講咗啦，咁啊佢哋而家個副總統就要去參加其他活動，事先約咗嘅，所以冇參加啊。啊，拜登咧，拜登都冇出席啊。呢度就係來自咧 Sky News 啊，天空新聞。哎，喂，天空新聞，你個崩頭係啦，天空新聞、星空新聞啊，只不過我哋澳洲嘅天空新聞一樣啊，都係天空新聞啦。大字標題 ：Biden and Harris 啊，即係政府總統 absent 啊，缺席 from 有咩缺席咧 ？Israel's PM address to Congress 啊，呢個。而家我都退落嚟啦，唔做啦，唔使俾面你啦，啊，你嚟嚟啦，啊，咁啊，阵间见我，咁咪大家饮杯茶，啊，食件饼。而咧 ，Harris 啊，正，诶，我先前有日对唔住我唔得闲见你啊，真系好唔俾面呢，這个。国家元首啦，话到底都国家元首啊。虽然佢又犯下滔天大罪，但美国系帮凶嚟噶。以色列啲武器大部分都系美国卖俾佢噶。以色列可以喺加沙地带咁样屠杀人民。拜登同埋佢嘅副总统系一声都冇指责过，之后你唔好咁啦，唔好咁。呢个唔好咁，唔好咁，有啲力度好唔好啊？唔俾武器佢，咁有啲力度，冇啊！而家仍然系保护住佢，但系咧，好明显啦，今次系绝对唔俾面啦。你讲嘢咪讲嘢咯，啊！咁啊，我听咗几句，一样啦，满口大话，啊！佢话 Hamas 就系。强奸犯、杀人犯，但好可惜啊！强奸人嘅系以色列嘅军队，杀人嘅亦都系以色列军队。你哋系用飞机、大炮抌炸弹，人哋系揾支枪、揾条命去袭击翻你，报复少少，呢个唔成比例嘅，绝对唔成比例。另外一件大件事当然就是巴勒斯坦入面14个派系在北京签了一个互相之间和解的協议北京宣言一个非常重要的宣言。其中入面提到的就是巴勒斯坦应该立国而呢个首都是耶路撒冷。没有东耶路撒冷的只是耶路撒冷。西方媒体静到冇人睇啊！有提嘅咧就系好酸地啊！中国咁样讲，讲过多次咧都唔成功嘅咧吓。睇下点啊！我觉得而家喺世界好多地方。今次喺加沙地带，而家已经冇数啦，啲人冇继续数落去啦。而家大约40000人直接战争死亡啊，大约啊，实际死亡人数随时系呢40000人嘅10倍、15倍啊。呢个系根据啲研究呢啲战争嗰啲学者所估嘅，由3倍至到15倍。咁啊，好多人又放攞去个低嗰边，当系5倍啦咁样。我觉得最少都10倍啊！净系而家唔见咗啲人都70000多人啦。而喺呢个咁情况之下，整个社会停止咗运作，医院烂晒，救护冇啦，当然。冧晒食物
佢讲到话佢放咗400,000车嘅食物入去加沙地带噶，不过佢冇讲系几时至几时咧，冇水，冇电，呢啲唔系种族灭绝系咩咧？所以呢啲而家西方政治睇见系心酸啊，真系心酸。几时我哋新闻唔使讲呢啲，系讲下啲人民有啲咩好好嘢啊？啊，几开心啊？啊，经济又几好啊？咁讲呢啲咪几好？嗱，呢嘢有噶吓，我哋讲中国嘢系咁噶啦。但一讲到离开中国之后咧，大部分嘅新闻都系一啲悲剧，或者好似呢啲咁样，系个闹剧。咁而家呢个美国呢边嘅选举，而家变成互相闹剧，你闹我，我闹你个闹啊！陪夫买街咁样，睇样呢个就系而家西方嘅政治啊，用选举办法产生政府嘅标准结果，冇嘢嘅，仲有大把人都仍然觉得自由民主自然就系指啊可以选举就系民主啦咁样，俾啲咩嘢你选择啊？烂橙同埋烂苹果，你是但拣一个啦咁样，点拣呢？或者咧，好似呢啲咁啊，讲大话唔使眨眼噶，仲好似理直气壮咁样。我同大家读紧圣经，大家知噶啦。嗱呢样嘢咧，原来咧唔系今日先系咁噶。圣经由头到尾都系咁样噶，喺摩西带嗰啲犹太人或者系以色列人啦，离开埃及嗰阵时，去到地方，咁当然有本地人啦。佢就话：，诶，呢个神俾我哋地方啦，咁于是咧就要将本地人咁赶走晒，杀晒男人、妇人。儿童、生物，所有喐嘅嘢都杀晒。呢个圣经教噶，唔怪得以色列系咁样啊！呢个民族，呢个神选嘅民族，圣经啊，唔系我讲嘅，大家有兴趣跳过我嘅啊，同大家读圣经嗰个频道睇下。你一本所谓圣经，你起码都教人哋点样做人，起码都教人哋咩叫善，咩叫恶。佢个善恶好简单嘅啫，你拜神就系善噶啦，唔理你做咩嘢，你拜神，你敬畏神，惊就得噶啦啊！祝佢好运啦，唯有啊，几时？这个国家不再立，以色列作一个国家，由圣经开始，创世纪开始，由他们的所谓七日啊，创世开始到现在为止，加加埋埋300多年，神所答应的，我们给你地方，给你一个国家，大卫王，你的子孙永远做皇帝之类，神讲的东西原来呢是讲嘅啫啊，做唔到嘅。前后成个以色列民族得300多年，真真正正有自己皇帝和有王国。而呢嗰段时间呢就大卫王就威啦啊，打到到出嚟，跟住所罗门都好好。跟住后面一扎皇帝冚唪唥都拜第二个神㗎。所以神好嬲，耶和华好嬲。
但冇啊，嗱呢个系耶和华自己拣嘅民族啊。而我哋见到啦，现实上面一样系咁样样。我冇有讲啊。